玩家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电玩宅速配，我是宝儿。各位玩家，不知道有没有非常喜爱美式 Marvel 系列的漫画呢？他们的当家英雄蜘蛛人电影可是拍不完，以外这次也要来参与手机游戏咯。 Gunlove 的这次可是夸大口都表示，新作品将会有20位不同的蜘蛛人参战哦。到底是如何？蜘蛛迷准备期待一下，赶快来看看我们的秀 Spider-Man 报道。Marvel 系列英雄又来咯，这一次可是请到穷人英雄蜘蛛人担任主角。新作 Spider-Man Unlimited 是一款动作过关游戏，故事叙述反派打开了一道时空裂痕之后，由于平行时空有不同的发展，所以各个时空的蜘蛛人分别利用这个时空隧道穿越到一起啦。Gunlove 表示，这次作品可以控制高达20多名不同种类的蜘蛛人来迎战，利用他们各自的特殊能力来战胜敌人，并且还有许多经典反派出现。多层时空设定让每位蜘蛛人角色都会有自己的专属剧情，喜欢蜘蛛人的玩家们可以期待一下这款蜘蛛人游戏咯。